哎，大家好，哎，久等了，今天就是我们这个 EVSE 访问杂谈企划，我们第二谈啊，我们重量级的来宾，哎，KSP，虽然大家都猜到了，确实，嗨，大家好，安安，早安各哎，位。安安呐，早安呐，各位，哎，不是我们的地鼠啊，可惜了，可惜了。怎么不是地鼠？我以为是地鼠。我跟你讲，我看你那张图，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隐藏的那个图吗？我看你那张图真的很像地鼠欸，你知道吗？确实有点像，我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那个特别的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也其实没发现我的剪影居然那么像地鼠啊。不是，等一下啊，让我跳K 开。主播声音有点小，等下我可以把你拉大。啊，因为我声音很小声吗？干嘛？我听你声音很大声呢、欸。还是你那边输出那边？是吗？你在讲的话，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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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我自己听。真的假的？我这边看我声输出是正常的。小小，等一下我这边看一下我是不是弄到什么东西。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我这 Discord 声音被我拉小了，靠呀。OK， 不想听我说话，拜拜。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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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现在应该好了。他有时候那个就不会动到啊。好，现在够大吗？再讲话。Hello， 哎、欸，大声的吗？喂，好大声，好大声，好大声，等一下，我靠，等一下，超大声 ，OK， 我调一下，我调一下，我调就好了。OK，KSP 好大，大，这样 OK 吗？我都听一下，喂，喂，喂，好大 ，KSP 有了，好大哦 ，KSP 有了有了，好扯哦，叔叔，好了，对不起啦，这个器材 trouble 嘛。对不对？这个那个实况组开台必经的一个事件。嗯，那我想说当初哎找他对不对？我也想说我先找我熟的人，不然我不熟的人我也不知道找谁。不熟的人不是很多吗？你不是跟很多人都不是朋友吗？你应该可以找那些你所谓的不是朋友又不太熟的人，应该蛮多的吧？你现在什么意思？你不是常说你没朋友吗？那其他人应该都是不熟的。那你是我的朋友啊 ，KSP。哦，我想说你不熟的应该有很多可以挑啊，怎么挑不出来？哎、欸，没可能吧？我们那个方式也是蛮……先不管这个了，好，我要先把话题拉回来。我们干嘛？不知道我们也很好笑、哦，我们这个朋友当的对不对？我们都是那个一两个月对不对？第一次不回，然后偶尔回一下，哎、欸、，KSP 干嘛？要不要聊个天？然后那边讲小话。嗯，啊，对啊，本来就哪有人天天在聊天的啦。没有、啊，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然后好像每次都是我忘了回他，他回我，然后我忘了回他。有你忘了回我的时候吧？欸、我不太记得。我看一下。来，现在检查一下。KSP 私讯审问。审问。好吧，其实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啊，有时候话题讲一讲，总要有一个人终结啊，不然要怎么？终结。总要有一个结束吧。总要有一个人就是 ending 吧，不然你回一直回，那我们就365天回不完哎、欸。没有，有一 Discord 很方便的，就是你按那个、啊、反应，然后表情啊，对不对？然后表情、哦、表示已读，对，表示已读，这个就那个终结技啊，超方便的、啊。就你不想跟人家聊了，然后对不对？然后你又不想人家已读不回的那个感觉，你就给他一个表情。那有时候聊天话题，他就是要一个就是 ending 啊。确实啦。没有啊，就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就那个，嗯，一边没回，然后就 over 结束，一两个月后再见 KSP。没错、啊，嗯，不错啊，觉得久久聊一次才可以一次聊很多。确实，久久分享一次。虽然我们好像都是那个、啊，我们好像那个都在讲八卦了，吃瓜群众，吃瓜，对，我们的吃瓜群众。好扯哟、哦，叔叔。哎、欸，你有什么瓜 KSP？ 哎、欸，叔叔，那你有什么瓜？然后那个分享，然后两边吃瓜吃得很开心。哎呀，吃完了，吃饱了。哎，那个过两个月再吃瓜一次。好多瓜，瓜。哎、okay ，全员听你。哇，哎，讲到啊、哦，没事，你先继续好了。没事啊，你可以啊，你想讲瓜什么？没有，没有想讲瓜什么。我想说瓜最近好像也是玩得很开心，他也是一开始好像这样，后面也真香，大家都是这样。你是玩什么？他没有，他应该没有那个非常突入这个什么很奇怪的一个那个情况了，他很正常。好，
对啊，他只是很逗而已。对啊，瓜大兵前来报道。瓜很适合当配音员哎、欸。哦，他蛮会配的，我觉得他模仿很多东西都超像的。对啊对啊，只是他想不想这样做哎、欸。嗯，没错。哦，对啊。就是个。嗯，你讲。没有。想臭是不是？我没有想臭啊，怎么会臭瓜？你臭了很多次好不好？那谁没被你臭过啊？跟你熟的人没被你臭，那不可能啊。确实哎、欸，这不叫臭好不好？这个只是朋友之间正常互动。OK OK， 那就叫做臭啊。朋友之间正常互动就是会就是哦，就是考至少考试一下对方啊，这很正常啊。啊，就是那个哎呀真香，这个哎呀真臭这样的感觉。没错，这就是 friend。啊，梁先生，我们今天那个一样啊，我们这个访问茶谈企划对不对？其实不要弄得访问感那么重啊，就大家聊聊天就好了，对不对？大家凑一凑，大家互相消费一下，嗯，然后那个什么，结束后就直接绝交。结束之后再见了啊，辛苦了，然后再几个月好几个月都不联络，直接不认识，不熟，大概是这样子啦。哎呀，没事、啊嗯，我你都像你讲的嘛，我跟大家都不熟嘛，没有朋友，嗯哼。好了啦，好了啦，别在这边，哎，可怜呐、啊，你每天在装没朋友，那聊天室只会给你那个什么黑人那个脸，黑人问号脸，对。好了，我们还是要准备几个题目啦，对不对？我们准备几个题目当做一个话题来聊嘛，虽然就是。嗯，可能是 KSB 的观众、欸、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可能有其他人不知道。没错、欸、就是这个、欸、我们这个 KSB 什么当实况主的契机啊。嗯，当实况主的契机，这个要追溯到在多年前的时候。很多很多年前、嗯、对，很多很多年前，确实很多年前、啊、谢谢你的强调。很多年前、嗯、大概是还在当社畜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啊、身心俱疲，很累，然后人生没有目标，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就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为了赚钱而工作，然后其实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对吧？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日复一日。然后后来自从就看了那个实况，就是那时候就蛮疯那个 RP 啦，就前几年 RP 不是很红吗？在台湾那个实况的时候、啊、你说那个 GTA 5的时候吗？对对， GTA 5的时候 RP， 然后就有一阵子还蛮疯看 RP 的，就觉得、欸、很有趣，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被雷劈到的感觉，就有点想来开台。被雷劈到，对，被雷劈到的感觉，突然觉得哎、欸，觉得好像还蛮有趣，好好玩的感觉，然后就想来开台。其实契机主要是这个，那、啊、当然这不是，这应该说只能算其中一个啊。其实其次主要也是不太想再做这份工作了，就是本来的工作有点好累哦，然后又很没什么前途吧，也不是说。就可能想做一点自己能放松的事情，然后压力比较大。啊、我跟你聊过，好像听你说，就是你之前工作就真的那种压力很大、嗯，然后就是工时很长，真的就是你讲社畜。对对对，社畜，就想说，做点开心的事情吧，就跑来开实况。嗯，那开实况，那开实况开心吗？开心啊，那肯定开心啊。确实、啊。不开心，开到现在。那没有啊，有些人工作不开心，他们还是只能继续做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可是我觉得可是实况组不太一样吧，实况组本来就是你自己喜欢才来弄的、啊、而且我不知道欸，不喜欢干嘛开实况、啊、成为 海后之路，这个是梦想职业吧，这个感觉、啊、确实啊，确实他因为这也不是说你想要做就能那个的、欸、嗯，确实哇，所以可以那个 hashtag 就是等于说不是 hashtag 等于说实况组是你的梦想吗？也没有到那么，以前也没有这样想，应该说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说哦，一定要什么实况组，当我什么未来我一定要开十年二十年这种，当初没有想那么多啊，我不太会去想那么远的事，就是想说开看看怎么样，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不行就拜拜。真的怎么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好吧，那就是拜拜，这样就是去外面继续当社畜，反正本来就是想来体验玩玩看而已啊，玩一玩，哎，变成这个、哎，我们这个突袭第一人啊，突袭第一海后，好吧。OK， 突袭第一同仁，怎么比得上你突袭海斗？哎，没事啊，没事、啊，海后，现在什么海王海后是不是？海王海后交流，海王海后交流台。我们那只是正常交朋友啊。对啊，我们都正常交朋友啊，都是聊天是在凑我们、啊。没有，
你跟别的女生讲话，那个就会有粉红泡泡，然后让观众觉得哇，好扯叔叔的感觉。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刚样子不是想讲好扯吗？我对啊，好扯叔叔，没有啊，没有好扯叔叔。没有啦，我就是讲话很正常嘛，啊，对女生就那个尊重一点嘛，对不对？温柔一点嘛，很正常嘛，对不对？然后对男生就那个、啊、那个大家都嘻哈滴啊，对不对？想那个做什么？你在干嘛啊？重点就是那个气氛不一样，气氛有种粉红泡泡的感觉啊。你看到我跟你讲话就没有粉红泡泡啊？确实没有啊。不是，也比较熟啦。我们讲粉红泡泡有点可怕无法想象。粉红泡泡，粉红泡泡怎么弄啊 ？KSP 宝贝，你靠，好恶心哦！不是这种的好不好？是你平常跟其他人讲话，你会比较有礼貌，但是不会到这么直接讲这种很。我懂你意思，我想看怎么做。想当初刚认识 KSP， 我也是挺有礼貌的，很文彬彬的、啊。哎、欸、，KSP， 对啊，你一开始也是有礼貌啊。这边有那个，你要不要拿？没有啊，那这个可以给你哦。那个，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不要冲那么快哦。KSP， 你就过来。KSP， 过来。为什么会倒？你怎么倒啊？你去旁边捡好不好？没有啊。变成这样。我想干嘛？哎、，KSP 很高兴认识你啊，听你唱歌，真的觉得你唱歌很好听啊，很有缘可以跟你一起玩游戏。不行，好恶心哦！好恶心哦！这个是你那个是对那个比较刚认识、刚熟悉的人会这样子的套路，这个就是海斗套路。刚认识的时候都会说哦，我很喜欢你的什么，然后就会去他的频道看他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觉得哇天哪，讨厌啦叔叔，你不要这么关注我。然后你的套路都是千篇一律，都这样。哪有？不是我很正常好不好？靠腰嘞，不要把他讲了，我在那边钓鱼好不好啊？好像我在天哪，这个人居然愿意来了解我，晕了，好扯哦，叔叔。没有这样做过，好不好？我很正常，好不好？这个就是叔叔的套路，来生是学会了吗？不是，你好像也是，你好像也是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把我，我，你不要想要跑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这个跑去人家聊天室，啊、你那个没有啊？我其实算比较被动的，我都是别人来之后，我才会比较去找对方。啊，对啊，那我也是比较被动的、啊，也都是别人来。没有啊，你很主动，好不好？哪有？不是、啊，光地鹅那件事情，就是你超主动的。啊，那个事情是那个嘛，那个事情是那个偶尔一次嘛，你懂我意思吗？哦，偶尔。对啊，偶尔一次嘛。可是很多联动都是你会去主动约啊。没有吧，我很少约主动联动啊。屁啦，十五号也是你主动约的吧？啊，那是因为他有来玩过啊，就像你讲的、啊。不一样啊，就是你 主动开启说我们一起怎么样，不一样的主动、啊、好 OK 没事好，我懂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真的爱的才会主动哦，哇哦、啊、没有不要乱讲话哦，哇哦好啦， 我突然想到我刚刚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没有问过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嗯，就假设就是这个真的讲一个梦想的话，不能实现也没关系啊。我说真的没有，没有梦想吗？梦想就是梦想，就是我希望不用工作，我就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哦，懂了，梦想就耍废。梦想就是我对梦想就是耍废。梦想就是可以不用努力就躺平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谁不想？可是有些人不一定，有些人就是觉得生活一定要有目标，他要目的，不然觉得日子，不然会觉得日子很无聊。眼睛一闭，目的，对，目的。但大家都想躺平吧？我相信这个社会，这个人就是人总是懒惰的。啊、不然你有梦想？你有梦想？梦想啊！我以前梦想就是那个、啊，我要当那个、啊、电竞职业选手。然后我想现在嘞，现在没啦，跟你一样啊，那个两眼躺平耍废，没有啦，因为我梦想有实现啊。哦，对啊，你算是有实现了吧？已经算是有，对啊，你有踏到职业，不过应该有那个啦，应该有那个算是有妥协吧。那种梦想，这种人梦想一般都是那种好胜心很强，然后就想，我要当世界冠军，你懂吗？嗯。然后那个当不了世界冠军，没办法啦，那就当职业选手就好。世界冠军，
欸，不要这么讲，欸，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是有那个机会的，只是就是那个时候家里就是不支持，所以错过了那个，哦，最年轻肉体，欸，反应最快最强的那个时候。后来我去当的时候，我都好像是23、24了吧，我记得我去当职业选手的时候。哇，确实，职业选手都超年轻，那我也满18岁或者18岁左右的。23、24在职业选手里面好像算年纪大的，對對對對對對。虽然你还是可以，但是你要花就是更多时间，而且你真的哇，那个反应跟那个真的有差，欸，真差蛮多的。嗯，确实。老了，老了。哎，没事啊，我们两个都老了。不会啊，现在变土气海斗了，可以了，也不亏。哎，谢谢你的称赞，土气海后。现在变土气海斗也不亏嘛。不客气，突袭海后有得到额外的收获。哦，对啊，那时候当实况组还蛮有趣的，不就是那个吗？那个下一班的列车。你说我吗？对啊，就是这个已经快被抽到，已经被消费到，已经没有感觉了。就是要这种消费到没有感觉才要再拿出来讲一讲啊！这是你的成名代表作，哎，要不要来唱个两句啊？不要。我就知道我很腻，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大概这个都多久了？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七八年前，欸，我不太记得多久了。哇，好扯哦 ，PSP，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欸，有吧？我看一下，我查一下，下一站与你发表的日期。哦，对，而且那时候那个好像，就是，7年前，好像也是那个很意外，就是那个高杰那边直接找你说，欸，要不要来翻唱，欸，要不要来唱一首原创曲，这样不是吗？嗯，我记得是这样。对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本来有在玩 Nico 翻唱啊。对啊，我知道，啊。Nico， 对，然后来就是没传几首，哦。对，没传几首，但是就刚好有朋友帮忙问，就是有来问我，就好像找到一个朋友来问，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唱，之后交换联络方式之后就好啊，唱一下，就是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接过这种 case， 就是唱一个角色的歌，觉得蛮好玩的吧。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是我也不知道高阶少女是什么，没听过。哦，懂了懂了，我不知道，无关，与我无关，我连我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连 JPG， 连我唱的什么，没错，就是当下才知道，就是事先不知道。那当下他给我看那个，比如说什么人物设定，或是他有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才知道，然后后来就唱了，然后唱了以后，没想到当个实况突然被这个兔子挖出来。没错，那算是什么？世事难料，那算是什么爆红的契机吗？应该还好吧。真的要讲算是吧。对啊。算是，虽然你好像我们有聊过，你本人对这个感觉好像是没什么感觉的啊，反正 OK， 反正我唱过啊，对啊，没事啊。哦，对啊，我其实没有特别说，没有特别说哇，我居然被下一班列车挖出来了，那个哇，然后大家这么喜欢我，我好棒哦，怎么之类的。没有感觉，不是啊，因为你要就是怎么讲，这种东西有时候你这样子想，感觉会那个，欸，很奇怪，就是他就是，也许他可能是一时的流量啊，过了之后大家就直接 people vanish 啊，一开始就好奇来看看啊，之后就觉得好无聊啊，直接走了，那也不一定嘛，所以我就没有想这么多，我想说，哦，那就是一样做平常自己做的事情，那爱看的就看，不看的就拜拜。确实，我蛮喜欢你这种个性，就是那个，哎，很有自信，应该想说也不是很有自信啊。就是那种，哎，你要来看我，你喜欢看我就留下来，哎，你不喜欢你滚。应该说比较认清现实嘛，认清现实，就是应该说比较认清现实，就不会太膨胀，但我也没有到自卑，就是对认清现实。确实啦，你也没有太自卑啊，你就是那种啊 ，OK， 就这样子 ，OK， 那个从头到尾就是那种该怎么讲的那种。臭的感觉，顺其自然的感觉。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哎，欸，对啊，我都这样想，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想想太多。哎，欸欸，这个以前是我的座右铭，哎，欸，我记得那时候你知道这句话是那个，我记得好像小时候看那个《通灵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我看过。对，然后《通灵王》那个马昌烨，马昌烨主角的那个座右铭就是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因为他就是有点有懒懒散散的那种感觉。对啊，那时候看他那种生活态度，其实也觉得不错，就觉得好老，哦，哎，对，好老。哎，不是啊，你也知道，那你也老吗？确实啊，确实确实，本来就不能算年轻了。干嘛？现在通灵网友重置啊，说不定我看的是重置版啊。你不可能吧？笑死！
欸，不过有时候真的，真的觉得你真的那个真的很会唱歌，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觉得我很会唱歌哎。可是就是那个在旁人的眼中，在大众的眼光中，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要以什么专业音频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很会唱啊。嗯，好啦，也许可能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不会这样想自己，就是我是唱开心。有时候应该这样讲，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要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吧，就觉得唱歌它就是一个有趣的兴趣。有时候我也想随便乱唱啊。可是如果你就是觉得，啊，我唱歌好，我一定要把唱歌这件事做到怎么样，然后大家觉得我超会唱，我就一定要把它唱好，有时候感觉会变这件事变成一个很有压力。我懂你，其实它是属于兴趣的吗？那，它属于兴趣。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会特别厉害，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比我厉害的人满街都是，唱歌太多高手了。确实啦，可是你不能把，你不能一直把那个你的标准拉高，这个我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别人就说，欸，你很棒，我说那我哪里很棒，你看差距是比我猛多了。哦，对，现在比如说玩游戏也是，就是啊，没事，很多人都比我强啊，我更不算什么，是这样没有错啦。对啊，但是就是应该讲说大众都觉得你唱歌很好听嘛，对不对？真的，我觉得你唱歌真的厉害，为什么这么会唱？为什么这么会唱？欸，对啊，我没有啦，就是兴趣，我就是我想了解就是这个啊，为什么这么会唱？所以唱歌你可能小时候开始就有兴趣了，所以就会去唱歌啊，练唱歌之类的嘛。算是吧，我小时候就蛮爱唱歌的，可是以前没有概念自己唱的到底是怎么样，就只是唱儿歌，什么哥哥爸爸呢，火车快飞，就唱这种儿歌。那其实以前是确实真的就喜欢唱歌，但也没有特别去研究过，就是，对，没有特别去研究过，所以你后来也没有研究过，就是，没有欸。哦，天才型选手，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唱的啊，我就唱一唱啊，就大家都说我很会唱啊 ，OK 啊，就唱一唱都好听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唱一唱，那个高洁少女就找我过来唱歌啦 ，OK 啊，懂了，听懂了。你刚这样说是这样没错，但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去钻研这些东西啊，这本来就是兴趣啊，就是这样啊。哎，我愿意称你为天才唱歌少女。可是像你喜欢打，虽然你可能要当职业选手，一定有花很多时间去钻研一些技巧，可是某方面来说。这是你就算不钻研，一定也有一定程度的水准了吧？哦，对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对啊，所以你觉得你是有那个唱歌的天赋的，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自己是觉得，应该算吧，因为对啊，我也觉得就是这种才艺类的，应该天分吃比较重吧。嗯，确实啦，不是周真的啦，真的很会唱，就是我这个外行人来听嘛，对不对？我这个外行人来听，Thank you 啦，觉得说哇，怎么这么会唱？啊，一开始人家会唱，因为一开始我不认识你啊，一开始人家说 KSP， 然后我说 KSP。KSP 什么？然后他们介绍你就是介绍那两次介绍你就是介绍说，哦，唱那个下一班的列车，一定是八七八都讲这种东西，讲这种东西。我知道。然后后来就听你那个歌回来，就哇，这个女的也太会唱了吧。然后，这个，但是对，因为你知道我他后面就是那个嘛，后面那个我们都已经是这个互相消费、互相臭的一种关系了。然后呢？然后呢，你那时候就在我的那个脑中就已经是那个，你知道吗？哎呀，那个瑞士蒂亚，然后就有那个回音在魔音穿脑，然后这时候又听到那个哇 ，KSP 唱歌这么好听啊，你懂？就会突然有一种那个反差，对，反差的感觉，哇，好 surprise 哦，好惊讶哦，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居然是平常会叫我瑞士蒂亚的人，完全不敢，对对对，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对对对，就是，网络交友谨慎交友，谨慎那个声音诈骗。没有没有，哎，有一说一，警惕声音诈骗。有一说一，我一开始都挺有礼貌，对不对？要臭一定是你先开始臭我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你也有那个承认过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关系会变成这种互相消费、互相臭的关系，那你是要这个负很大的责任啊 ，KSP。一半一半吧，也看人啊。有些人就是感觉让我想臭，就是那你要怪你为什么会让我想臭啊？OK OK OK， 检讨被害者 ，OK， 我听懂了。那你要检讨一下，为什么你会让我想要臭啊 ？OK OK， 我检讨，对不起，我对不起，我让你想臭了。你觉得我哪里想让你臭，我改吗？为什么这么会臭？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没有，就应该想说你跟大家相处都蛮自然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种啊，好妈吉啊那种感觉。对，我感觉应该说跟比较熟人相处，自然而然就会变这样。这个是代表我们变熟的证明，就是开始会臭你。哦，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感到光那个什么光宗耀祖。没错，是不是。哦，好开心哦，谢谢你。不用那么夸张。谢谢你 KSP 臭我，我全家都感到开心。因为其实我跟比较熟人讲话，真的就变这样。
不分你我他，好像很多都这样啊，不分你我 ，OK， 确实。不过，不过这个我应该算是没有认没有想错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很认神的人，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你认神什么意思？应该讲说你会别人会觉得你很容易就是跟你变熟，可是实际上你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跟你变熟的人。应该讲说你会很怕生吧，这样讲。有时候这样，算是吧。我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好，没有很好变熟哎、欸。对啊。就是交友我还蛮挑的，不是因为也你知道就是人多嘛，有时候就是一些有时候你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对表现出很好的样子给你，有时候。你在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所以有时候都不敢马上跟其他人太熟了。确实啦，但是就是就应该有时候你的氛围给人就是很好相处的感觉，所以应该很多人就是会跟你就是你比如说什么聊天室观众莫名其妙跟你装得很自来熟那种感觉，会不会有？还好耶，我觉得装熟的比较没那么多，其实我蛮凶的，我觉得观众蛮凶的，所以他们不太敢就是跟我装熟，而且其实我讲过我不太喜欢装熟的人，就是有时候可能观众看我跟某个实况组，就是也不只有我的观众，就是其他的观众，你的观众应该也会有可能觉得说你跟哪个实况组很好啊，可以讲什么话啊，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也可以对你讲这种话，对，就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比较熟，所以我们会这样讲话，可是就是其他人不一定就是关系有到这么亲密，应该这样讲。确实啊，观众，我喜欢 KSP， 我是你的真爱粉，永斌。是没有人会这样讲啦。我知道了，没有，不是，但是我觉得会这样讲的人，他其实可能也没有真的晕吧。我觉得会真的晕的人，应该是在行为举止上面会让你感受到这个人不对劲，应该不是这种讲的。那很多人说我晕了晕赖呢，他其实也没真的晕，他就只是想讲屁话而已。有些人是这样啊。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我知道那种就是那个。因为毕竟当女生对不对，毕竟你也是个女生嘛对不对，这个女生肯定是会有很多怪怪的，这个男毕竟看实况的大多数是男生啊，怪怪的男生出现确实想要控制你的行为，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 KSP 你以前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子，对，我比较喜欢你以前的样子，确实肯定有，我觉得很多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遇到这种状况啊，但是比如说像我开始开台的时候可能没这么多人看，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因为兔子那件事情变得比较多人看，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啊你变了，是觉得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之类的，就这个真的有哎、欸、啊你可以继续讲，对不起，没有，很多很多啊，没有啊，你可以说啊，就差不多，就蛮多的这样的，对啊，这个很莫名其妙，其实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是真的会有变，你知道吗，就有些人可能在就是利益得失心重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在利益大的时候他会就是去做改变，就是会朝向说往流量多或往利益高的方面走，但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KSP 也不是那样的人，就我们就很正常，就我们就真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开个台，然后心态都很正常，就是开台记录自己的那个实况，然后让观众开心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人跑出来说 hashtag 你变了。那其实对啊，好，那你继续说。没有，有时候这种只是 单方面就是你对他有一种既定印象，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可能你对这个实况组有既定印象，然后你认为他应该是怎么样，然后当这个人做出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那个人的会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说他变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偏向，就是你们刚刚讲，就他有点控制狂。这其实蛮多是偏向控制狂吧，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虽然你改变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不好，也不是说什么很坏或是很怎么样，但人家就会觉得你一定是这样子想，所以你才这样子你一定你现在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就是他会把你想到那种很势利或者是很不好的方式去的方向，就觉得好吧，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也没办法。但我只跟你说我没有这样想，但是对性的就性懂得都懂。懂得都懂，就是我觉得能理解都能理解，不能理解那我也不强求，对，还是这样。我因为我跟你聊过那个就是那个对开台啊开实况的想法啊，我觉得我们想法算比较接近吧，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利益得失心太重，对不对，钱当然是要赚的嘛，对不对，但是利益得失心不会太重，然后觉得都是回馈观众，就比如说我们有聊到说我们有聊到说那个什么免费仔跟订阅仔的事情，这个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没什么。对啊，就是我们有聊到说，就是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你要订阅就才代表说你喜欢这个实况组，然后你才可以讲话啊什么之类的，才有发言权啊之类的。但是我们都觉得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学生，对不对？他也很喜欢看你的台啊，但他自己可能背学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自己本身就要节约生活，然后实在没有那个钱可以抽出来来订阅。那我们觉得说，但是他可能就是很经常看台啊，这种人我觉得也是都是你的忠心的观众啊，就不太会因为这种有没有订阅去区分一个观众说到底他有没有爱你。当你愿意订阅的话，就是真的很感谢你们嘛，支持我们的这个实况，支持我们的这个实况生涯。没错，也是还有听说，也是听说，就有人会就是也有人是实况只会只理订阅仔，但不理免费仔的，就是哦谁会就是哦，我没有说谁啊，但是。也听说，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就是有些观众会讲说，有些台他们就是去那边，他只回有订阅的人之类的。哦、oh, ，OK， 等一下回，等一下私我是谁？我不知道是谁啦，我不知道是谁啊，我不知道。哦、OK， 没有了，开玩笑的。不是，这就是一定会有这种人啊，就是世界上千百种人都有。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是来看你台的，就是你那时候有订阅有花钱支持的，确实。他就多付出了一样东西嘛，但也其实也不用把两边分到这么开。我觉得有来看台就是一种支持，就支持的方式不一样。嗯，啊，对啊，而且这个从逻辑上来讲，对不对？开台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性的产业嘛，对不对？就跟你今天听歌啊，或者是你看电影，然后看球赛，都是一样的道理，它是属于娱乐性的产业。今天实况组在这种就是画面上开实况。然后给你看游戏的 gameplay 啊，跟你杂谈啊，都是一种娱乐你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你喜欢的嘛，你就可以订阅嘛。那你订阅的好处就是也有你好处啊，就是你可以不用看广告啊，对不对？然后你会有专属的贴图啊，这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一种形式了。嗯，没错。对啊，所以大家有时候也不用把它想太多。国外的人倒是对这个东西其实还看得比较就是很正常，你知道吗？就他们就是哎，我喜欢这个时光组 ，OK， 就他们有那种使用者付费的感觉，就觉得哎，那我看他看那么久，那我就来订个月、这种感觉。嗯，对，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在这种就是纵横的这种观点上要有的东西，就你不要把它误会掉，这是很重要的。对，而且也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哇，我好想支持你，可是我没有钱，就是他会有些人会自己突然觉得很抱歉，就是啊我没有办法订阅你，很对不起。其实我就觉得观众也不用想那么多啦，我也不会因为你有没有钱就是觉得啊你为什么不订阅我这样子，不是确实，但是来看台。有了看台也好啊，但是看台其实观众加一个他，你真的要说，你真的要讲到钱这种事啊，你也有看广告啊，看广告也是多多少少也是有帮助啊，就也不用想那么好像一定要订阅还是怎么样，就是才有帮助。当然就是尽力而为，确实亲力亲为，亲力亲为。你是免费仔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给我10000万，我会对你另眼相待。笑死，确实。是这样说没有错，养我，养我，你这样说是这样没有错，对不对？那个钱不会看很重啦，对不对？那只是因为钱不够多而已啊。但不是这样说的，不要开玩笑，开玩笑的，不应该就是说，不是把所有东西都会把这个列为主要的那个评断标准，应该这样讲。给你10块钱，愿不愿意吃屎？当然不愿意啊！给你1亿，愿不愿意吃屎？好好的，真香。OK， 听到了没有？叔叔说，给他1亿，他就吃屎。聊天室集资。给我1亿，我会考虑一下。其实，我说我的意思，我可能还是不愿意吃、欸。吃屎。好，1亿吃屎，很奇怪的举例。哎、欸，观众就哎、欸，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大家很喜欢举这种奇怪的例子，比如说，那我给你多少钱，你愿不愿意干嘛？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多少钱，你会去干嘛？这样，我觉得到底为什么要一直问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今天有观众donate你5000万的话，那你要不要跟他干嘛干嘛干嘛？我想说，没有、啊，我都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你就说那你抖啊？对啊，那你抖啊，先抖再说，不要问这么，不要讲那么多。对，我想说，你先给再说，你给了就知道有没有了。我很喜欢你跟那种观众这种说话的方式，我觉得很好笑，就是那种为什么会这么臭啊？为什么这么熟练啊？就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就是故意要吊你，就是吊回去，你就是凑回去啊。他们这种就是要逼你讲出一个就是想要损你的回答，他就是想要说你一定也是会为了钱，然后什么为了你一定也是会为了五斗米折腰的人、啊、那我就要呛他，那你先给我米啊，再看我会不会折。我再告诉你会不会折，你先给。嗯，原则性啊，原则性的东西啦，给我个10亿我应该愿意吃啦。OK，
好了，不要再做梦了，梦里什么都有了，不会有人给你失忆，说不定会有啊，对不对？可能性不是零啊。好，你就继续做梦。说不定，哎，这个大部分人心态不能这样子抽，对不对？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出门买个大乐透，说不定我就中十亿了。嗯，确实啊，有梦有梦最美，有梦最美。对不对？没有梦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我就是咸鱼。确实确实，你的生活真的，嗯，有时候觉得你生活真的，挺咸鱼的，不出门。不是啊，要是能躺平，谁想要努力？我们可以聊一下啊，你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平日生活啊？平日生活，对，就你的一天，对不对？你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的一天 ，#hashtag， 我的一天，睡觉，吃饭，睡觉起床吃饭，看推特，看讯息，看 Discord 讯息，看台，然后处理有时候处理一下工作的东西，然后躺床。滴滴，对，滴滴开台，哎，来巡视一下自己的老婆们，哎，这个 Seti 宝宝看一下啊，这个 Hibiki 看一下啊，米奇在做什么，烟花在做什么，对不对？嗯，通通都看一遍，对，巡视一遍，看一下各、啊、大家都在干嘛，然后跟进一下最近有什么时事。嗯，老婆们看起来都不错 ，OK， 然后在这个晚上9点钟时十点钟死人之间再来开个台。对，差不多差不多、嗯。你要这么说，哎，确实没有错。安抚一下后宫们，不愧是我们的突击海后。没有安抚好不好？这普通聊天。我突然想到我们刚才有在聊，就是那个推特这件事情。推特原本 KC 没有在用的，然后他还跑来问我说：“欸，你推特好用吗？”我说：“推特蛮好用的，你要不要用看？”然后就在他那边讲，那时候他就说：“可是我不知道推特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追随谁，我都不知道那个要怎么用。”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就用看嘛，你就去追随一些你喜欢的人，然后那个什么，然后用看嘛。”他说：“然后他就那边很不情愿啊，好吧，那我用看好了。”然后现在就是啊，真香。对，现在真香了。一开始就想，可是我一开始办推特的时候是真的完全没动，欸，就可能大概半年都不发任何东西，也没有去看的习惯。但是现在的话，现在就是我插一句哦，不是推特，你的 FB 也没在用。不是，因为我就很不习惯用这种就是社群平台啊，就是我觉得很麻烦，要去发文，然后还要去关注一堆有的没的，就变成一天要看的东西很多。我觉得用一个就差不多了。像我现在就是主用推特，其他的我就放置 play。也确实啊，我这 FB 又很难用 ，FB 确实蛮难用的，啊。哎，FB 我都在上面看粪便，你知道很好看的，它那个 Watch 对不对？它有一个 Watch Video 功能，它那个 Watch Video 功能就是会各种就是它会倒 YouTube 的片，倒抖音的片，所以你看 FB 你就会给把倒片的片看完了。像IG 不是也这样吗 ？IG 不是很多片？对啊，就一样的道理。现在感觉 FB 应该赚大多转战 IG 了吧？就是 IG 感觉不是未来的 FB 这样。我就有一点那种味道，不过那种短影片也蛮好看的，你不是也说你会看吗？我会看啊，对啊，看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看起来很方便，然后节奏又很舒服，又不会很长，有时候不会很好，对啊，那对啊对啊，就是拍的好的就是很快的就很有趣，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不用花很多时间。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用 IG 也是一样，我别人讲别人就说，欸，叔叔我办个 IG 吗？我说哈，那个东西好麻烦的，哦，然后就已经有老人心态了，不想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去一趟美国，啊，弄个 IG 好了，然后拍拍照，哎，这 IG 还蛮好用的嘛。但我现在还是不太习惯用 IG 啊，我应该还是主要是推特，推特为主，因为 IG 一定要发图啊，就你要发那个贴文一定要加图。你不喜欢你？我看到你有在发限动啊。我就发一些，对，我 IG 拿来发限动，就是那种限動。然后限动进去是没有图的，就只有文字的。我晚上又被一个奇怪的那个老人给叫那个吵起来了。对对对对，IG 不就是要这样发垃圾限动吗？我觉得 IG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发一堆垃圾限动，然后过了就算了，然后也不用，就是限动可以弄全黑打字就好了。我就觉得不想要发图，不知道配什么图。确实啦，你有这个啊，你有这个 VP 可以用啊，对不对 ？VP 很好用，比如说出个门那个自拍，然后放个 VP 这边比个耶。我今天来宜兰喽，感觉蛮好玩的。我今天去哪喽？然后就把那个 P 图 P 到那个风景照上面。我是很懒得做这件事啊，我比较习惯用文字，确实不习惯有图片、影片这样。
没有啊，你这么懒还可以做得这么好，哎，太神了，不愧是我们天才型少女 KSP。不用，直接不用什么天才麻将少女、天才唱歌的少女，直接天才少女。你是在说什么做这么好？实况吗？没有，你做什么都做得挺好的吧？有吗？对对啊，这个社交也挺好，大家都喜欢你，实况也做得很好，大家都喜欢，唱歌也唱得好，对不对？麻将也打得好，祖坟也烧得好。祖坟没有，应该说我会有兴趣做的事情就会蛮认真的吧。可是大部分没兴趣的都是偏懒，就是完全不会想做的事情，就是完全不碰，哦、就是运动、出门那种，就是很极端啊，要么就是会认真，要么就是完全不动。上次真正出门是什么时候啊？嗯 ，KSP 小姐。我、上一次、去出门吃饭。哦。大概上个月二月的时候。很近很近，上个月。蛮近的，蛮近的、啊，毕竟你自己很近。对对对。你不是说什么半年不出门？一年不好，何止半年？超久，一年。不过我之前真的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几乎就是完全不出门，也比较好一点。嗯，对啊，那时候主要是一开始前面是因为疫情不出门啊，后面就是不想出门，从没办法出门变成完全不想出门。那你会喜欢，比如说假设有朋友说要去你家玩吗之类的，就你不出门，但别人去，不会，你也不喜欢别人干涉那个。OK，懂了。不会有朋友说要来我家，因为我这边交通没有很方便。所以通常都是我去别人那边，或者是，而且通常也不会约家里啊，是约外面。对啊，对啊，就是要出门的话，一定是约外面，不太约家里、啊。嗯，没事啊，这个平日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其实真的自己过得惬意，过得舒服就好了。我现在也是偏向过得舒服就好了。虽然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哎，我好废、哦，有点懒，我对我好废哦，但是我就不想。然后隔天继续，隔天继续废，继续废。对啊，我好废、哦，我也觉得我好像这样不太行，我应该要做点什么。然后隔天就是躺平。我也是，我有时候想说我要做这一次，我要做那件事情，然后晚上就看到我在床上那边滑那个 FB 那边看影片，哈哈。欸、我的休息时间我也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滑影片，那边看什么看漫画啊，看小说啊，真的。可是我觉得你算蛮自律的嘛，你会去什么健身，还会去做很多的没的活动企划，算是有在前进吧。但是我很喜，我就不太搞那种新花样。也不太会去运动什么的，户外。你看你还要去户外台，户外台蛮有趣的、啊。不会啊，你算是没有很废吧、嗯？你算蛮勤劳的吧？客观来看算蛮勤劳，但是以我自己的观点看，我就觉得说我挺废的。这个就跟那个当选手一样，就是什么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对对 对, 對，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勤劳，但你觉得我很废。我懂你，没有应该有说，哎、欸，叔叔你 Apex 打的好，真好，哦、我好菜。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没有，你超不废的，应该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勤劳吧？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很多人不会想去做的，也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戴。好扯哦，叔叔。好扯哦，叔叔啊！讲到这个，要讲到这个了。等一下，突然想到这个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这 KSP， 我们这 KSP 姐姐，哎，这个把就是我们这个突击海斗的罪魁祸首之一。不是突击海斗真的不能怪我，那时候你一开始就是没有跟你到这么熟的时候，你就很常跟很多女生或是什么 VTuber 一起玩啊，那时候大家都说你是突击海斗啊，然后我就只是顺着一起叫，就是跟着一起叫，然后就是算发扬光大吗？好吧，可能算发扬光大吧。可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因为你那是你自己造成的。OK 是我自己造成的。哇，不是，你为什么会不是我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会跟什么国外的 VTuber 去玩啊，你懂吗？或者是跟国外的女生实况组去玩游戏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语言隔阂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运气比较好的，哎、欸，有就是跟一些就是国外的 VTuber 一起去玩，然后大家觉得哇好扯哦，突击海斗那个好扯哦，叔叔怎么可以去跟这些日本 VTuber 玩呢？你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讲说突击海斗，突击海斗，你懂吗？如果我是，我觉得如果我正常就是跟台湾的那个实况主或是 VTuber 玩，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称号了，我觉得啦，我怎么觉得？嗯，那可不一定哦。变成跟台湾 VTuber 玩，好像也会变成好扯哦，叔叔。那可不一定，好像也是会变成好扯哦，叔叔。没有，那已经有既定印象了嘛。然后你有说嘛，就是我可能讲日文的时候，就讲日文那个语感就是不一样，就比较温柔一点嘛，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可能、对，然后所以就跟那种，哎、欸，这个人怎么对那个其他那个国外的女生特别温柔那种感觉，就好扯哦，叔叔突击海斗。
没错，没有吧？这个名字不是你想出来，对不对？但是这个行销面对不对？多亏有你嘛，对不对？你懂吗？哦、就是广告打得好嘛，对不对？你把它发扬光大了嘛。广告打得好，也没什么不好吧？这个称号挺不错的、啊。你不是说海斗很好吗？海斗就是什么长得又帅，受欢迎，所以海斗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称赞的词吧？我上次不是这样讲吗？我之前这样讲没错，可是我后来又听到你说什么海斗就是那个、啊、的问题，就是对谁都暖啊，对不对？中央空调，空调啊，它是没有那个花心，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到处脚踏两条船没有错啊，但它就是对大家都很好啊。然后讲得很炸。确实是这样，没错啊，难道不是吗 ？OK OK， 没事没事，海斗很帅，海斗很暖，海斗很专一。OK， 我就这样讲就好了。OK OK， 你不能只看到他不好的部分啊，你要看到他好的部分啊。中央空调，他是中央空调啊。你真的有时候很会讲话，你知道吗？真的，你真的很厉害啊，不愧是我们的 KSP 啊。好了啊，商业互吹时间。没有，我是真心这样觉得。又在口。然后呢，对啊，除了这个什么伏羲海斗，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称号都是那个，还有一些 slogan 都是 KSP 弄出来的，比如说还有那个好扯哦叔叔，这个一定是他讲出来的。好扯，这个我就真的不确定哎。可是因为好扯哦，本来就是你的口头禅，你知道吗？我这样讲的真的是你啊？大家是吗？大家会知道好扯哦叔叔这个东西，应该有些人是真的从 KSP 那边知道的吧？你果然是有吗？你还说是、啊、不太知道，是啊、哦，是我吗 ？OK。好，应该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说好扯哦西夫，然后就突然就到处乱，好扯哦圈圈圈，好扯哦圈圈圈，然后就变成好扯哦谁谁谁这样。对对对，好扯哦西夫，好扯哦六西夫，好扯哦叔叔。然后到现在，我现在很好笑，我现在只要推文下面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我跟你联动好了，或者是我跟谁联动，然后我发个推文，下面就全部清一色好扯哦叔叔。跟我 FB 发文，然后底下都好耶是一样的。对对对对。被机器人进攻，我有时候觉得蛮观众蛮可爱的、啊，比如说发个工商贴文，下面会觉得说永远支持突袭海斗的工商贴文，至少我就至少有回就不错啊，至少不是不理，对 对，愿意回什么都好、啊，就是不要不礼貌的，就是回这些也不没什么不好、啊，好扯哦哥哥，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我知道、哦，我就看你们那个精华，就你们那天在跟那个什么捏摩跟厄伦蒂尔玩，然后他讲说话，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扯哦哥哥，嗯，以前一开始我其实很不喜欢叔叔，你知道吗？叔叔这个称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老。我说我才几岁、啊，为什么会被叫叔叔啊？你的叔叔是怎么来的？哎、欸，这我没跟你聊过，这很好笑。这个是我开台初期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在打 Apex 的那个就是 NG 嘛，然后我就打得很、就是很做效果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一个晚上就在发疯，那边讲说，2020妹妹不要跑，叔叔来咯，我就这样讲，华生妹妹快不要快不要跑哦，叔叔来找你咯，然后我就这样讲，变态，好变态哦，对，我就这样讲，大叔，没有，我就讲说很好笑啊，然后那次也觉得很好笑啊，可是很好笑的是，他们自从那一天以后就开始叫我叔叔。哦，原来叔叔是这样来，好色哦、啊、叔叔、啊，有些还以为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不是有那个达瑞斯那个什么瑞斯叔叔。哦，瑞斯一打三那个，瑞斯一打三，欸、我这边有，一打二，瑞斯一打三，那他们以为是这个，然后其实不是，他是原由是这样来的。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就很不喜欢，我想说，那我才几岁？我那时候开时光才几岁？25岁，然后干嘛叫我叔叔？叫叔叔啊！我后来还有、有种被叫老的感觉。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在聊，就是讲说，哎、欸，如果你们不要叫我叔叔，叫我哥哥多好。哥哥听起来有点，对，其实现在听起来感觉哥哥听起来怪怪的哈，听起来怪怪的，有点不太舒服。不然叫我这个公主也行啊，啊，蒂亚公主。公主啊，公主好像比哥哥好一些，但感觉最理想的还是叔叔。嗯，让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在看那个珍珠美人鱼，然后那个紫色是谁啊？紫色那个珍珠美人出现，两人全部都在刷 KSP。紫色珍珠硬跳，还敢看珍珠美人鱼啊？没事啊，没事啊，那个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哎，我们刚本来这个主题是什么？本来的问题是什么？都扯到这边来了。没有，我现在主题一直有换啊，你看，哦，就瞎
瞎鸡巴乱聊。有没有？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主题，你都没发现？有没有？我们就一直更换主题。其实我已经把我那个原本想聊的话题差不多一半都聊完了。哦，好像是哎、欸。对啊，你看怎么样？我们这个，我们俩，你也很会杂谈啊。我觉得我也挺会杂谈的，我们都杂谈之鬼啊。就讲干话，讲乐色话，噼啪讲一大堆。对的，就是这样子啊，这样才好玩啊，对不对？不然我们要防卫很重嘛。哎、欸、，KSP， 请问你的这个，今天这个当实况主这个契机，当这个实况主这个之前的故事是怎么样的？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这是因为，然后这一问一答非常的知识化，观众直接看到睡着。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嘛，所以我就喜欢弄这种。你除了那个还有那个啊，你的月老啊，对不对？你各种发扬光大、欸，对不对？月老是什么？你是说臭 CP 吗？西部跟烟花去 motel？ 那个真的不是我起头的。好啦好啦，我发扬光大好。好啦，都不是你起头的啦。好啦，我知道了，都不是你起头的，好不好？那个还不是你哦、喔。OK， 不是那个，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对啊，但是是你把它发扬光大了，你懂？是尼鲁在搞，是尼鲁在搞。没有啦，把它发扬光大的肯定是药头啊。这样讲也没错啊，但是药头也要有东西才能剪啊。那我也要有东西才能讲啊，那那个东西怎么来的？ Okay, okay. 那个源头就是尼鲁在搞。OK OK， 我们是不是要往更远一点扯？什么先有鸡还先有蛋，对不对？那个宇宙大爆炸，这个地球的起源是不是全部都讲一遍？怎么会有尼鲁？是谁创造尼鲁的？尼鲁是他跟他妈他爸生下来的，然后他妈跟他爸是他爷爷生下来的。这个要追溯不完呢、欸啊。宇宙是谁创造的，对不对？那创造宇宙的是谁？玩了哲学论，突然变越扯越远，直接讲到超级源头的地方，到底讲啥呢？好，就我直接帮你那个总结，那个 KSP 不是我的错，是神的错。对，为什么神创造人，神创造了世界，让这件事情发生，那是神的错。不，那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啊，对不对？然后最后变成这个恶界大乱斗。哎、欸，真的也没想过那件事情可以引发这么多什么连锁效应吗？连锁发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这就很无心的一句话，跟一些就是只开台做做效果，就像平常讲一些屁话，根本也没有想到会是变成现在这样啊。真的，真的，我觉得那个什么吸烟组合真的是这个从这个地方来的，对不对？大家才会把它这个凑在一起，就算是最初的喜悦。就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恐鬼症啊，这个 RSD 部啊，也是你害的，就是。哎、欸，等一下，在没有 RSD 二之前，你本来也是跟其他人被凑对。我跟谁被凑对？谁？你说啊，你说啊。大家也是常常讲你跟谁吗？聊天室一定知道啊。聊天室那个不算很凑对呗，还好吧。哦，我知道你在说谁，你说乌头哦。乌头那个其实还好啊，就是大家一起玩玩游戏啊，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样，只是臭你的人不是我，没有被发扬光大，一样是很多人在臭啊。对啦，幸好我们乌头不会讲中文啊。真的哎、欸。而且、啊欸、你的喜好很明显哎，就是白色头发。我本来喜欢白，我本来就喜欢白色头发、啊，没什么问题啊。不然你看我们新奈也是白色头发的、啊，多可爱。对啊，哎，我看一下，哎、欸，白鬼是吗？开心，它算吗？银色，白水是啊。